咁啊，而家記者身處嘅位置咧，就係置地廣場一帶，就係北打街嘅位置啦。咁今日咧，其實啊，即係由今朝早開始咧，就話已經有黎明行動啊等等嘅行動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有警方嘅部署等個總原因咧，就喺港島區咧係暫時未集到人㗎。咁但係咧，而家啱啱咧就係啊，網民咧頭先朝頭早嗰陣咧就呼籲翻咧，就係市民咧喺已經到咗港島嘅市民咧，一點鐘咧去到啊北打街嘅位置咧係最集㗎。咁啊，有一個反國法嘅遊行，咁嗱，而家暫時睇到咧，就係喺北打街嘅置地廣場對出嘅位置咧，大約有六十名市民左右啦。咁就係喺依一個位置嗰度咧，就叫緊口號噶。香港獨立，維一出路。香港獨立，維一出路。嗱，但是暫時咧人數唔係話太多，咁啊，但係咧都有少量嘅人咧就係喺度啊，大約50名左右啦。咁啊，市民就喺置地廣場一帶啊北打街嘅位置咧，就叫緊口號。咁啊，都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啦，亦都係講到啊共產黨啦，同埋啊關於林鄭噶。其實咧，亦都有部分咧係白領係參加噶。咁啊，見到有啲係著住西裝啦，咁樣就喺一個 lunch time、lunch hour 午飯嘅時間咧，就前嚟噶。咁啊，較早時咧喺北打街嘅位置咧，亦都有唔少嘅警員咧，就係喺度戒備噶。咁啊，佢哋原本咧戒備嘅位置咧，就係、是。北打巷一個位置咧，就有一啲追龍車啦，同埋衝鋒車啦。咁啊，而家暫時咧都係市民咧都係喺置地廣場中庭啊外嘅位置咧，北打街嘅位置咧就係叫緊口號噶。咁啊，暫時咧仲未見到咧警方啊喺呢個北打街嘅位置噶。咁剛才咧大約12點鐘嘅時候咧，起碼咧就有20-30名嘅防暴警員咧就係喺北打街大巡邏啦，同埋咧係有衝鋒車同埋追龍車咧係戒備緊噶。咁啊，及後咧就駛離咗現場。咁啊，但系咧，暫時咧，而家可以見到咧，其實市民咧聚嘅地方咧都比較分散啦。咁有啲人咧就企咗喺北打街近商場嘅位置啦。咁亦都有啲人咧就企咗喺一啲樹蔭底下噶。咁因為而家係半即係一個有落雨嘅情況啦，但係亦都係有啲陽光，所以咧大家都冇話即係企出去成個街道嘅位置。甚至係馬路嘅位置咧，都係未有行出㗎。嗱，我哋睇一睇另外一邊嘅狀況啊。咁其實現場嘅記者都非常之多啊。缺一不可，缺一不可。而家現時咧，起碼咧就係有近80名啦，80-90名嘅市民咧，就喺北打街一帶嘅位置㗎啦。你見到有市民高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政治手勢啦，你見到其實都聚了一定數目的市民的，部分見到他們是穿著一些應該是辦公的
嘅比較正式嘅服裝咯。咁啊，我哋嗱睇翻咧而家嘅狀況先啦，暫時咧仲係未見到警方嘅蹤影噶。嗱，你見到啊，頭先咧警方咧就係喺一個環海嘅位置嗰度咧就係戒備噶，咁但系咧現時就未見到。咁我哋睇一睇翻原本啊警方嘅位置先。嗱，你見到都唔少人係喺個北打街嘅位置噶，咁但係未知道佢係參與一個遊行啦，定係點樣？咁我哋嗱，其實見到咧。北打街咧係開始進行，兩邊都見到噶啦。咁另見到交通銀行嘅對出嘅位置咧，亦都有啲市民啊喺度圍觀。咁啊，見到咧依一個天橋嘅位置咧，亦都係有市民喺度噶啦。啊，但係暫時咧仍然啊喺皇后大道中嘅位置未見到有警員啊。咁啊，有部分嘅市民，有啲年長啲嘅市民經過嘅時候就，未知道係有咪有行動啦，於是就掉頭行啦。現時咧應該都超過係100人在場噶啦，大約八三人到左右啦，130人左右。
文咧係上市企出嗰、那個不打街嘅位置㗎，咁但係咧都係少數嘅市民啦，幾名嘅市民啦，咁但係大多咧都係企翻喺兩邊行人路嘅位置。嗱、你見到咧喺中環站 D 出口嘅位置啦，亦都係企咗唔少市民㗎啦。咁啊，而家暫時咧大約係200人左右咧，就喺北打街嘅位置。咁啊，有部分市民咧嘗試咧想企出去街道嘅位置，咁但係睇嚟就唔係話太成功啦。咁啊，未有太多人咧係跟住跟隊咁樣。你見到咧，暫時咧，大家係企咗，都係企喺度，叫口號啦。咁而口號咧，由星期，由早幾日開始啦。咁已經喺度講話，香港人由報仇變咗建國噶啦。咁啊，口號由香港人反抗啦，到報仇，到建國，呢、這、一個亦都代表住成個由反送中運動引起嘅一個抗爭咧嘅轉變噶。嗱，你見到咧，而家暫時咧係有少量市民企咗喺時代革命條街道嗰度噶，喺北打街嘅位置。咁啊，見到咧越嚟越多人咧。坐喺街道位置，咁啊北大街嘅現場，咁啊見到咧有私家車咧就慌忙就響安離開啦。嗱，現場咧記者現場咧就係北大街嘅位置啊，睇住行家小心，小心啊！嗱，你見到啊？時代革命！嗱，多咗好多人咧企喺出街道嘅位置噶。時代革命！現場咧比較上係混亂啦，因為咧市民係由唔同嘅方向咧舉住遮咧係出到嚟北打街嘅位置。嗱，記者企後少少睇翻我成個情況先啊。嗱，你見到咧現場仲係有啲市民咧係冇行出去一個街道噶。嗱，你見到咧現場北打街嘅位置咧已經係有啲雪糕桶咧就擺咗喺。到噶啦！嗱，現場有市民咧就講話防暴警員落地啊，話有一龍一鳳。嗱，而家見到咧北打街位置咧係有警員到場噶啦。嗱，見到防暴警員咧而家係到場，起碼咧有六名噶。嗱，佢哋咧持警棍啦，同埋有胡椒球槍，咁啊指向北打街人群嘅位置。嗱，見到有更多嘅防暴警員咧，現場增援噶。嗱，見到咧防暴警員咧，而家就人比較少啦。咁咧，嗱，見到市民咧行翻入去街道位置，但系咧未有真系散去噶。嗱，亦都有人咧高舉咧光復香港嘅旗。嗱，現場咧。市民冇因為防暴警員到嚟，人藍旗、藍旗、藍旗。嗱，有市民咧仍然係企喺一個位置噶。嗱，現場咧已經有數十名嘅防暴警員咧係到咗北打街嘅位置。嗱，市民咧冇因此而離開啊！你睇下後面嘅位置啊。嗱，一警員咧，佢係手持一個可以開橡膠子彈等等嘅。嗱，而家咧就往北大街教入嘅方向咧 ，sorry， 就係去。Come on!
未啊，未啊，南旗。咁啊，咁啊，举咗南旗噶。嗱，现场市民咧冇大量咁散去啦。見到市民咧，仍然喺置地廣場嘅位置，褪翻入去置地廣場嘅位置咧，係叫口號噶嗱。而置地廣場中庭外咧，北大街嘅位置咧，防暴警員咧就係守咗喺嗰度啦。嗱，現場咧亦都見到咧。嗱，現場咧都見到咧係有速龍小隊到場。嗱，而家見到咧，防暴警員咧，大約係有80名左右啦，喺北大街嘅位置。嗱，聽到咧，佢哋啊開麥咧，就話呼籲咧，全部上翻行人路。而家咧，警员咧系往两边行人路嘅位置咧，就系呼吁噶。嗱，亦都咧系逼翻咧，大家系去到一个嗱汇德丰大厦嘅位置咧。汇德丰大厦嘅位置咧，而家咧系落咗闸噶，亦都系驱赶记者。嗱，刚才已经出第一次警告啦。站队，站队，站队！记者呢一次嚟到公社做，警告佢啦。現場警方表示咧係設咗封鎖線噶，咁啊喺一個匯德豐大廈嘅位置啦，咁啊喺行人路嘅位置咧都係設立咗封鎖線，咁咧就叫記者咧係向後褪噶。咁另外一邊咧，你見到咧喺置地廣場嘅位置咧，其實亦都係落咗閘噶啦，嗱亦都拉起咗咧橙色嘅封鎖線噶。嗱，現場咧未見到咧防暴警員咧係有上一個。豬嘴啦！嗱，我哋睇一睇另外一邊嘅狀況啊！嗱，其實咧仍然有大量市民咧係企咗喺北打街兩邊嘅位置噶。嗱，見到咧有市民咧係揮動光復香港嘅旗啦，咁亦都咧係繼續咧往皇后大道中嘅位置咧。是叫口号的，同埋开始唔知系咪开始游行啦。嗱，有防暴警员咧系归队。
行入去，佢又叫我行過嚟啦。我入去咩？我入去咩？請黨。向前行呢邊咧就守緊啦。向前行啦！嗰邊。咁啊，現場咧，我哋跟從警方嘅指示咧，就向嗰方向行啦。咁啊，而家就停留咗喺一個皇后大道中嘅位置噶。口號突顯防暴衝前，但係現場咧係舉咗一個藍旗噶。而家警方咧係向住一個德紀立街的位置咧，係舉咗藍旗噶。咁啊，而記者咧，其中一班嘅記者咧，就困咗喺皇后大道中周大福前的位置。嗱，咁亦都咧有部分嘅記者咧，就被趕去對面岸的位置噶。咁啊 ，MCM 對出的位置啦。現場咧就話記者嘅企一邊啦，唔係記者企埋另外一邊啦。嗱，而家未知道呢個狀況係點啊，但係見到咧有非常多嘅市民咧仍然喺皇后大道中嘅位置㗎。咁啊，德紀立街亦都有啦。等緊背心嘅，我手嘅左手臂冇反到背心嘅，右手右手臂，你哋呢度右手臂，你哋再反到背心嘅左手臂。咁啊，現場咧有警員咧要求就係著反光背心嘅，咁啊原本啊講咗啲記者咧行一邊啦，咁啊但係咧之後就話反光背心噶，咁啊就話。嗱，現場咧都見到咧有另外一堆，唔知係截查定係咩行為啦。咁啊，我哋唯有收一收一睇一睇個狀況啊。我冇噶，咁啊，防暴警員咧同埋就係歸隊噶。咁啊，褪翻，咁就係劃封翻一個 area， 就係封鎖嘅 area 啦。咁啊，你見到咧，防暴警員喺我哋面前啦，咁亦都有咧，速龍小隊成員咧係攞住可以發射一個海綿彈嘅張下架。嗱，對面咧亦都有市民咧繼續係叫緊口號。現場有市民咧係掟嘢噶，嗱開咗一個胡椒球槍，開胡椒球槍。睇住佢掟嘢啊！唔掟嘢點會開槍啊？咁啊，現場有市民就講 thank you very much 啦，警員咧就冇回應噶。警方已經俾咗足夠嘅警覺同命令，市民離開，市民仍然依法。警方喺紅線底下。嗱，警方咧就表示咧，就而家現場咧就係發射咗一個可樂掟去警方，俾人攞嘢襲擊。咁啊，現場咧嘅防嘅警員咧係冇停住面啊。冇戴咧防毒面罩噶，嗱現場咧好濃烈嘅一個，唔使唔好咪刺激性嘅味道噶啦，而
現場嘅警員咧亦都係揞住口鼻啦。咁啊，咳嗽嘅情況啦。冇啊，因為我戴口罩 ，OK 冇問題。咁啊，現場就發射咗呢個胡椒球槍啊！好好好。